中祥路这个地方就是说应该还是保护意识比较强的哈，之前看到的有的就是说真的是没有保留下来，但是我们也往村中走哈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说能保留的好像当地政府还是说让他们保留下来的，那以后他们就是这种不可移动，都是不可移动的文物了，以后的命运是怎么就不可而知了哈。四周全部是高楼大厦，你看啊，说祥路村可以说他们是高楼大厦，一层比一层高啊。建兴堂，怀恩堂应该是这样子，怀恩堂新教，华侨怀恩堂新教，公元1967年的啊，这边祥路这个地方就是说应该是很多下南洋的啊，很多华侨哈，就是很多华侨是下很多下南洋的，太不错了，这还不错。哦，一栋比一栋。